马上开始我们的第一轮答题了。第一轮题目是什么呢？是我们的看图猜歌名，需要根据看到的图片来进行举手抢答，猜出歌名并且要唱出两句的话可以记一分。答手备足，请注意，会了就举手啊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请看题。3、2、1，请抢答。火箭球。什么歌？好，来，张琪。5、4、3。离开地球表面。好，唱两句。一颗心扑通扑通的狂跳，一瞬间烦恼全忘掉。后面好像跑调了，回答正确。唱跑调了。你在干嘛 ？Hello。他要健身，然后那个让自己打得更有力量。来吧，谁？不，你挑吗？我们自己伸手啊。是我们伸手啊。这样吧，我们俩这样一块伸手，你看你打谁？行，可以，你们一起伸手，看你打谁。但是我只有一个问题，鹏鹏是胆小者，是不是？如果我打了他，对，我可以选你走，我带你走，他带你走。我就一点能力没有吗？就是、对，我就是纯挨打，任人宰割。来吧。不是，习惯，不能躲。他打那瞬间，鹏鹏躲了，可能不能躲。没有，习惯性，差点自己的手飞出去，真的，你的手差点离开地球表面。刚才，你胆子小，反应真快，真的。重打，那我还打他，是不是就没新意了？不，不躲了。哎，不过你看，老秦的手好黑哦。你跟黑有什么关系？真的很响。哎，下一把我们不玩打手背了，我们打耳，打嘴巴，嘴巴。得护着，得叫。我们能玩反山。好，扯夹子组，请注意，看谁快啊！来。那必须得举手，咱俩可以就是。请注意。请看题。3、2、1，请抢答。见鬼！没有这首歌吧？见鬼是什么东西啊？好，来，大哥，你属于那个明明是雪琴比你快，但你就说出答案，就让你好不好？来啊，让剑魂唱两句。山外还有山比山高，半山腰一声惊雷有黄树草。漂亮，回答正确。可以。你想惩罚谁呢？剑魂啊，我说剑鬼。他们俩刚刚要摁着我的手，摁着最用力的就是芙蓉飞。哎，刚芙蓉飞按住你，他甚至想见鬼，见鬼。来吧，哇，这个夹子好大，这么大的夹子啊！这个更可怕，就是那种晒被子的那种夹子。天哪，这个真的好厉害啊！要不你张嘴给你拔牙好了。贾娜，舌头啊？不是，你自己说，嘴唇吧。真的夹嘴唇啊？哇，你一边夹一个。哇，赶紧吧，感觉已经肿了。还有一个上嘴唇还是你要把所有的伤害都放到嘴唇上吗？来吧。不是要扯掉，重点是要扯掉。要扯啊，我只是夹嘛。我只夹吗？为什么要扯呢？是扯啊！扯夹子，扯夹子，真是见鬼了！你来一个吧，你来一个，来，1、2、3 ，Go！ 倍儿爽！我的天哪！倍儿爽！哇！哇，来，弹脑门组，请看，这是一个送分题，看谁快啊！送谁的分啊？送你们仨的分。哦，来，请看题。九，迪哥，你看后面。哎，等，五个字，请抢答。来，迪哥，最炫民族风，唱。苍茫的天涯是我的爱。
绵绵的青山脚下花正开，花正开，走吧，开。第一次跟徐凯见面，是送上我的见面礼。我也是醉了，哪反应那么快？分，其实我这儿都慢了，等了你们半天。这还挺难的。来，凯凯，凯凯，轻点儿，轻点。要不我弹这里面，你刘海还可以遮回来。是，没事，没事。我先开弹，弹完以后我盖回来。怎么弹都行，鹏鹏，一会儿换个位啊。来，徐凯的粉丝真的不好意思，这是节目效果啊。好可怕呀，好可怕呀，这样的这很吓人，好恐怖啊。这就是我一直喜欢录节目的原因。好恐怖，迪哥是最恐怖的。哎呀哎呀，哇，真的好重啊，好重啊。还好还好还行哈。徐凯，还好晕过去了是不是？听说弹人中就能救好。我想换组。好可怕，应该分胆小者、勇敢者和恐怖者。第一个。好好，下面来打手背组，请注意这题有难度，加油啊！来，请看题。四个字，晴天，晴天，风。四个字，举手抢答。夏天的风，回答正确，唱两句，唱两句，唱两句，打他，唱两句，唱两句，唱两句，没答完吗？唱两句，不会唱，不会唱。七月的风蓝蓝的，连云都变热热的。不打秦霄贤，就打你。你不还是打了吗？啊，不是规定唱副歌吗？啊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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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规定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来吧。不动不动，来看这边，看这边，不动不动。真的不唱副歌吗？真的不唱副歌吗？干嘛？还你一下，还你一下。打我头，你再躲就要打两下。好好好。啊啊！哎呀，我都没准备好。下面扯夹子组来了，这道题很容易，来。请看题。哇，这哪里容易啊？这是什么？浪浪男，浪浪浪男，有没有可能他不是浪呢？海南，海南，海南，有没有可能他不是海呢？水，河南，河南，怎么到河南了？有没有可能比河大一点，比海小一点呢？江南，江南。